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喜乐，愿你们康壮有活力。我是毛阳李翔姊妹，我要跟大家今天分享，就是我在少年班所上的课程，就是生命的经历与长大。首先就是要否认己。在马太16:24说，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，若要跟从我，就是要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跟从他。在这十字架上，主要就是我们有那基督复活的大能，是将我们的罪犯，主要罪都得赦免。那我们在否认己的时候，主要就是自己的魂，自己的意识，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个性，一一的都要除开，让基督来做我们复活的大彰显。在我还没来壮年班的时候，我腰椎就已经滑脱，那种压迫到神经的疼痛真是苦不堪言。我的弟兄就带我看遍了中西医，在医生讲的都是一样啊，他就说你的性子太急，那就是叫我放慢一点。他还没讲完这些，我就说你们还在更好的药给我，止痛药。这就是以前的我，以前的己魂生命是那么的重，所以呢，造成今天腰椎的疼痛也是至少的。那在我来到壮年班以后呢，让这个讲师的话语，借着基督的话语供应到我这里头，让我摸找到主啊。我要在你的面前再次的祷告，是安静下来在你面前祷告，你们那里就摸到我了。主啊，摸到我的时候，相信这段时间我就慢了下来，我就是没有那么急性子。这不是人能用言语来，包括医生也是在劝我，没有用。主啊，只有基督的话语，主啊，那里是在我里头运转的时候，我自然而然就静下来，主啊，就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，我愿意否认己，要活出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林真淑娟姊妹，我要分享核心课程《新耶路撒冷所蒙的恩》。新耶路撒冷的基本元素就是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启示录21:21上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1个门各自是1颗珍珠造的，珍珠来自死水中的蚌。上然后出基督这位永活者，进入死水为我们所伤，用他的生命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珍珠，建造成为神永远的住处。三节，我们若留在主的死里，享受他分泌生命的复活，就更多的进入新耶路撒冷。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胆小、动作慢的人。在职场上工作，也总是抱着一种态度，与人无争，做烂好人。因此，在观念、看法及做法上有冲突时，我就退缩，渐渐地变得没有自信。刚来到壮年班时，我和一位姊妹一同配搭，她快，我慢，但是我们努力地和她一同的配搭。有一天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很悠闲。”这话使我很受挫，我还很失望。可是啊，天然自我那种退缩的想法就出现了，一心想要离开训练。感谢主，借着教师们的教导，以及不断的操练灵，那吃生命之灵不断大量的输供滋养，使我觉得喜乐、满足、欢畅。我现在和姊妹成为最好的配搭，因此我宝贝训练中主的制作和征讨，愿意啊，不断的提醒自己要一直转回到灵里，操练过逆的性，顺着灵的生活，因此不再有内部自己的感觉，愿意操练在每一件事上
深言的超越与切慕。以前十四章一节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要切慕深言。以前十四章十二节说，你们也是如此，切慕灵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，祈求得以超越。那要这两节圣经节说出，要生人就要享受基督，在身体里长大，所产生超越的恩赐，建造做基督身体的召会。那要为主生人，要把主收到人里面，有他的条件。第一就是要天天有诚心，还有呢，把话语要被充满，时时随从灵而行。这样呢，我们才有真正的有学习，就像在学校那样的真正的读书学习一样，切慕深言，寻求深言，使人得滋养，得建造。在以往呢，我自认为自己很会深言。每逢深言的时候自己以为是自以为是，也没有教师的成全开启只是在真理上溜冰。那来到正年班的时候呢，完全的被俘虏，而且我以往的深言都不是乃是随着自己的灵感发表，基于没有预备，也没有完全的话，也没有这样的负担。真是现在我知道了。我知道要怎么样来预备，因为要生源的人就是要过生源的生活，也就是要过超越活基督的生活。如此这样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为主生源。感谢主，在众人班因着我在参训期间在生源上的成全，使我在照顾新人，还有牧养新人，还有来分赐基督都操练分赐基督供应生命。结果呢，在身体的配搭上得了六个人受尽得救。哈利路亚，感